OPEC 失败，油价暴跌，不是全球股市走强的充分条件，但却是一个必要条件。全球股市迎来了一个重大好消息，全球石油、天然气最大的储量国之一卡塔尔将于2019年1月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也就是著名的 OPEC。 这意味着一直被沙特阿拉伯死死限制的兄弟之国卡塔尔终于决定与沙特决裂。最近两年来，沙特一直指责卡塔尔，认为后者是伊朗的主要支持者，是什叶派伊朗在逊尼派沙特中打下的钉子，是特洛伊木马。为此，去年年中，沙特联合几乎所有中东主要国家一起对卡塔尔断交。在隐忍了一年多后，卡塔尔看到这一事件毫无转机，决定开展历史性报复，而最大的报复点就是经济。经济的核心对于中东而言就是石油。为什么是这个时间？因为沙特王储卷入土耳其领馆事件，且这一事件持续发酵，沙特的权威和公信力受到空前打击，中东地缘格局面临塌陷，卡塔尔实出有宁。为什么是这个节点？美国总统反复要求中东降价，协助减少美国通货膨胀，支持美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卡塔尔的价格自主将有助于这一目标，这使得卡塔尔可以从美国得到更多支持，避免为沙特踹门。石油输出国组织简称欧佩克亚非拉石油生产国为协调成员国石油政策，反对西方石油垄断资本的剥削和控制而建立的国际组织。1960年9月成立，总部设在奥地利维也纳，它的宗旨是协调和统一成员国石油政策，维持国际石油市场价格稳定，确保石油生产国获得稳定收入。最高权力机构为成员国大会，由成员国代表团组成，负责制定总政策，执行机构为理事会，日常工作由秘书处负责处理。其宗旨是协调和统一成员国的石油政策，维护各自和共同的利益。卡塔尔退出后将剩14个成员国，分别是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伊朗、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利比亚、赤道几内亚、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加蓬、干货。这个垄断组织已经快无法维持了。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